首先恭喜大家，你们都通过了季度集训考核，成绩单就在我手里。下面我宣布一下综合成绩排名。第一名曹飞飞，第二名吴小慧，前五三大锦标赛，第三名四五十公斤决赛赛场，小东现在风暴五十一正在反击，反击有效，反击以微弱的比分落后，南方选手下面的反击有效，继续近身左右摆旋组合攻击，实际情况是被动啊，五十一反击了，第七名五十一，第八名钟艳梅，还郁闷呢，你的实战科目是第一，技术和经验都比他们强，您就是体能差了点，你看看他，他体能是最旺盛的时候，这自然规律，谁都逃不掉。就因为无能为力，所以才难过。哇，开得够猛的呀，这个体能强。喂，海清，到哪儿了？啊，你快点开呀，别心疼油成吗？孩子，油门都要开穿了，极限了，你啥车我啥车呀，跟您的车能比吗？你可得了，你早就告诉你换车了，你非不换，你老开这车救人，你车坏了还得救你。各救援队队员注意，各救援队队员注意，山道转弯多，路况复杂，减速慢行，事故现场情况不明，安全第一。听见没，猴子，说咱慢点呢，安全第一啊。得得，不包括你啊，你赶紧开，我到了我就直接开始了，不等你了。哎，不行，你一个人太危险，必须等我，听话啊。喂，猴子，让省点心行吗？喂，哎，是你过去了吗？啊，不是，你错了吧？你往哪儿开了？跟我开呀、啊。赶紧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啊，行，我错了，掉头，马上，赶紧的，跟上。在哪儿呢？是这儿吗？就这儿，陈政委，陈政委来。好，换车。小心啊！慢慢出来，把手给我好吗？不要紧张，我先救女士。别跑！别动！别乱动！别乱动！不要乱动！我的老公怎么办？求求你了。大家先走，你们不要等，我带你们两个一起上去好吗？
把行李箱放行。好，别紧张，没问题，你往后退，退一点。好，可以，停，拉住我的手，慢慢出来，一定要慢。现在不要动啊，老大，听我说啊。这可能承受不了你们三个人的重量，所以你看有没有别的办法？你别管了，一会儿我叫你拉，你拉就好了。慢慢站起来，慢慢站起来。两手不要抬起来啊，不要抬起来，尽量抓紧我，好了吗？海星，拉绳。